刚下班回来了，收拾了一下，看我这大秃头，我就刚刚洗了洗衣服，然后又刷了五双鞋嘛，我快累坏了。现在8点多了，本来说不吃饭了，实在饿了不行了哈，我刚点了个外卖，啊啥哈，这个是烤串儿。不行了，我要开吃了，管他胖不胖了，我真的累坏了。